第一题，不要玩电脑游戏，看到 don't 祈使句开头，那么动词用原形 play。 第二，我们去看一看，祈使句开头 let's， 动词用原形 go。 and 连接的两个动词形式相同，所以 see 也是用原形。 Let's go and see， 我们去看一看。第三题，我们昨天玩得很开心，昨天 yesterday 一般过去时，那么动词用过去式，所以是 had。 第四题，句型转换，昨天你拉小提琴了吗？昨天 yesterday， 所以助动词应该用 did 开头。 did 是个照妖镜，那么动词见它现原形，后面的动词应该用原形 play。 第五题， listen听，那么这是现在进行时的标志。现在进行时，动词前有 be， 后有动词 ing。那么这里的复合不定代词做的是主语 someone， 做主语，那么动词用单数，所以是 is playing。